毕竟是练过速滑的人。打到我了。好的，大家已经录制过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对我们冬奥的项目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就大部分我们现在玩都是比较速度比较快的。对，你发现了自己的天赋没有？在冰上、雪上。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所有人都发现了。哎，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有带动的作用。我们家不是有两个小朋友吗？我们家老二才3岁多点，然后他看了我们节目之后，有一天走着路哦，在广场上突然一背手，一直这样滑起来了。对，然后我说你在干嘛？我是速度滑冰。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会带动很多人。是。好的，其实冬奥会呢也快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一家人的挑战和体验呢还将继续。那我们今天同时邀请了两位优秀而且喜欢冰雪运动的人加入我们的挑战，有请谭健次、张雪莹。终于来新人了，欢迎，热烈欢迎。大家好。Hello， 新年好。Hello， 新年好。欢迎。既然加入飘雪了，就先问问你们的冰雪能力吧，怎么样？滑冰、滑雪有没有哪个擅长的？哦，那很厉害，哦、厉害了！我们的实力壮大了，是吗？对，太好了，他们两位都非常擅长，那今天挑战有的看了啊。今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在微博上跟大家征集了飘雪一家人的口号。对，可爱的朋友们终于为我们选定了这个虽迟但到的口号，就是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屯，大家都爱这个屯，我们就在挑战开始之前。还不能屯，只能屯才能压得上韵。今天先屯一下，今天先屯一下。来喊一下我们新召集的口号，3、2、1。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屯。想问一下大家来北京有多长时间了？2周了，过来2周了。没想到吧？你不是常住北京是不是？我住上海呀。哦，对啊，确实2周了。但是我最早来北京，04年就来过北京。哦，那你好早。谭健次是？我03年。03年？哦，对，我03年来上学。哦，上学。啊，我也是上学来的北京。啊，是吗？我是那时候在上附中在北京，然后后来就一直在北京。我2017年来的北京。我是2005年。我2008年其实就来北京了。所以呢，问我们在北京待的年头是有什么深意吗？是的，因为大家看起来对北京的认识呢也是有多有少，因为大家在北京生活的时间不一。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北京的冰上文化其实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哇，北京这座城市和北京人都与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追忆北京的冰上时光，一同去了解北京的冰上文化和乐趣。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坐这个吗？顺风车。对，大家其实通过这个图片呢已经看到了这个图片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么其实呢，每到寒冬时节，我们的人力车夫啊就会拉着我们的冰床载人运货。对于这群车夫的考验，其实就是如何又快又稳的能够完成客人和货品的运输。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与古代冰床运输相关，就是在冰面上完成一次集体运输。这个也，我一个人就坐满了的。你看我坐都满了一个。你这个车条件比以前还艰苦啊。我觉得看这个车的面积吧，就是要不然先女生站一轮试试看，女生先站。其实因为冰面可以缓冲，所以拉起来没有那么累。我只要看看我这个鞋行不滑。没事，就要滑的人你就摔就行了。摔就是了。先分站吧。行，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一轮谭健次来了，他来了。好，第一轮谭健次先拉，来打气，3、2、1，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屯，加油！飘雪一家人年货大接力第一次挑战，加油！加油！开始，上车了，您快，我上了，请坐。有时间限制啊，我们快。这位爷上车了，您呢？搭个车，搭个车。上车，上车。我下车是吧？不用不用，我们俩在一起。我感觉两个人就已经坐满了。对。哎呦我的妈呀！
时间还在继续，请大家加油，冲冲冲，加油，快上车快上车，哎，上车上车，来来来，妈呀，这踩这踩这，给你个垫，这踩这踩这，妈呀，这踩这踩这，我们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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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走了，哦，你们站稳啊，这也太难了吧，啊啊啊，还好我护住了你的头，你还要坐车吗？我宁愿自己走过去。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快上车，还有两位顾客，冲冲冲，走，这么重啊，现在很重，现在我脚滑了，上车怎么办啊，我试试，我这怎么坐呀，这个我还有机会上车吗，来不及了，走，我坐个脚脚，来不及了，抬不起来了，最后的十秒钟大家冲刺，哎呦，我今天的 KPI 完不成了，加油，哎呀，真的拉不动了，哎呦，我的业绩，哎呀，时间到，哎，上车顾客，上车，时间到，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得换一下策略，嗯，你觉得呢？5个人太夸张了，哎，我们先在上面摆一个姿势好不好，趴着，大家趴成罗汉，啊，对对对对对，一个趴一个，一个趴一个，一个对，一个趴一个，对，我第一个，你们趴到我身上啊，那你第三个，对，我最下，因为我重，那我第四个，那我最后，我最后，你最后，好，大家请准备啊，行吗？行，我上了，啊，上，我撑着呢，没事，走。这么沉，这个办法好像确实有点愚蠢。我可以，来上，没事，你迪哥都没事，我就没事。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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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哎，回来，你的客人丢了，等一下，不舒服，你还想舒服，你还想舒服，哎，一人坐一个脚，然后把脚勾起来，真的把脚这样提起来，试一下，没事，一人坐一个小脚勾着下面，走，哇，停一下，一人坐一个脚，把脚勾起来，坐不了，往这边来点，楠姐，然后最后一个人站在中间，对，这样勾着，啊，勾着，对，把脚勾起来，勾着，然后雪英到中间来站着，来，可以吗？看我们四个人把你顶住，哦，可以，对，哇，可以，走，可以，走啊。走啊！走！我们先来试一下背靠背，然后把脚收起来，能不能？脚收一个边儿，但是你们尽量往自己坐的距，你别坐了，你坐，你好大，我拉，哦，你拉，来，我们是不是手得摆？这样子，对，手勾起来。等一下，那我的腿还行、哦、还行。我这样子怎么进啊，就踩我们背上，那我进来了，行，你别动了，你就这样，对，你拉一下，你看你能拉动吗，试一下，我试一下啊，可以吧，大家互相勾着，行，我觉得这个可以，好，还有一个办法，但是这可能比较伤人，怎么呢？人打骨折，他不是脚不能离地吗？我们就把脚放在上面，人躺在地上。我建议是用第一个。那我们手上还有年货呢。
哦，对啊，年货最后给站着那个人，给我可以多拿几个，就是反正尽可能少让他们占空间就好。行，快上上上，来坐个边，坐个边，坐稳了你，走走走。我坐哪呢？坐一个小边，坐一个小边，我跟你手这样勾勾起来，手勾起来，对，勾起来。勾起来了吗？走走走走，哎呦，对，走，跑起来，等我呢，哎，等我呢、啊啊啊啊啊、我走这么慢也能摔，也能摔，一分钟还有，快回到原位，快把礼物给我，不行的话给我，来走，勾住三姐的腿，不然她很容易掉下来。我上了，上，动力给我，上，给我。哎，这我没有位置，我们先站，我们先站，好，对，我们先站，然后我们待会儿来。最贴心的服务，就是。太不容易了，谭健次。给我，都给我，来。哎，我觉得雪莹也可以站。对，雪莹你也可以站，扒着就行。抱我，抱紧了，回去了，走。走，加油，加油，加油，走，走，回去了，还要回去，加油，稳住，我坚持，啊。加油，稳住！啊！好，时间到。你坐，你们坐，女孩坐，三个女孩坐，快！三弟，你坐稳，你再也别站了。嗯。不是，我觉得你俩得坐，我们稍微轻一点，对，站一下，抱着好一点。嗯，时间又没了。加油，胜利在望。好了啊，走了啊，走，自己抓着我，没事儿。雪莹勾着我的嘎吱窝，很想笑。准备了啊，第一局开始。好样的，恭喜蓝队获得一分，进球了，进了，耶！行行，我觉得红队这分输的完全是忘记了球，把我当球了。蓝队，哎呦喂，我不是球。大脚，
认真的干饭人，吃饭是最快乐的时光。三妮吃完了，他说话了。好嘞，走围炉去。欢迎来到围炉夜话。这是一档属于深夜的节目，让我们大开心扉。好的。说你们现在能去到未来，你最想去到什么时候？想要看到什么？想要跟自己说什么呢？如果一定要说去到某个时间，我会想说去看看我老了以后吧，就是七老八十的时候，看看我是不是一个自己想象当中很酷的老太太。啊，就是还依然有自己的好奇心，然后又对世界很宽容，然后还依然能很勇敢，然后有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还能有爱的人在身边一起做一些事。我觉得一定会的，因为你现在就这么想了，你以后一定会的。对，相信，相信的力量，是吧？对。嗯。三妮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我就想我老了之后能有一个陪我到老的伴儿。老伴儿。因为我之前去了一个地方，厦门的那个鼓浪屿，鼓浪屿，对，去工作，在拍摄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位老奶奶跟一位老爷爷，老爷爷他是拿了那个雨伞、然后他就这么拿着，然后老奶奶就牵着那个头，然后就这么走，就我觉得很温馨，就我很希望就是在我老了之后我也能有这样的一个样子。真的很美好。都说了这么多对未来的美好的愿望，我们今天回去以后可以好好的睡个觉。辛苦啦，晚安。来，欢迎欢迎，来，女兵一位。金子，你玩过什么冰雪运动吗？我小的时候玩的特别多，因为我哈尔滨人嘛，然后我们学校一直都是有冰场的。自己学校就有啊？自己学校就有，然后我们有一个课程就是学滑冰。滑雪滑冰都擅长，至少基本的上冰平衡都 OK 的。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滑，基本上东北人都会滑。那你技术怎么样？技术很差。我已经基本上遗忘了怎么去滑冰这件事情了。你距离上一次滑冰什么时候？哇，上一次滑冰应该有大概二十十几年，应该有十几年。那既然来了位新的嘉宾，那我们一起合张影吧。好嘞呀！一、二、三，完美。去之前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我先问问大家啊，你们在上学的时候，你们参不参加校运会？参加些什么项目？我参加那个写稿，我写稿子。我是在那拉拉队，就是那个赛前表演啊。我是观众。我呢，就只有拉拉队是我不干的事儿，就其他的事儿我都干。今天的任务，我觉得可能也是你们都没有体验过的一些内容。体验过，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动作，标志性的动作在交接点。哇哦，我们的火炬 OK， 然后你还要传给最后一棒。我还传给最后一棒。哇，那是真正的火炬手。哇哇，他的火炬跟我们不一样。哎，他那是真正的冬奥会的火炬。真的火炬。老师好。好，大家好。我们要对，因为对大家，哎，要把它点着了。 OK， 对，这样的意思，好吧。哎， OK， 那我们开始。哇，那个是什么？生火台。点火台。对。真的会有火吗？哇哦！点燃奥林匹克精神，点燃梦想，点燃你我的心。大家好，欢迎来到奥林匹克示范学校玉祥回龙观小学，我是双奥火炬手周晨光。哦，好厉害，好厉害，双奥火炬手，双奥火炬手。
参加过两届。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老师，你刚刚拿那个火炬是真的吗？是真的。这是那个是今年冬奥会的火炬。是是是。哇，是我家里一根都没有。哎，老师呢，其实您是有两个，一个是冬奥的，然后一个是夏奥的嘛。对。那夏奥的我们有机会能参观到吗？没问题，我把它带来。带我去看看吧，老师。没问题，没问题。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好，好，走走走。对，你重心往前，就是你往前够，因为它会有这样一个拉力，你不往前，你就被它拉翻了。拉翻了，对对对。对，绿队，请上场啊。我来了。来。三弟，你要吓死了。你坐的人慌什么慌吗，三弟？是板子留在原地，伞地被推出去了。三二一，开始了，来了。啊！犯规。不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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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队员都掉了。太难了。啊！太难了，太难了。还是得。坐不上去。对，还是得，每次我来蹦。但好难啊。其实你们不要想着一定要多远，你们努力的完成一个比赛，完整的一个比赛不是更好吗？对吧？哎呀，这没速度。哦，可以可以。哎，好的，成功，脚注意别掉下来。哦，可以，脚抬高一点。哎，侧翻，侧翻，四米六，恭喜绿队获胜！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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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我觉得啦，奥运会对于我们大家，甚至于对于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我们更看重的不是他的成绩如何的高。而是说我们来到这个赛场去完成比赛。嗯，周老师也特别棒，体育体育嘛，就是老师这儿真的把育这个字，对吧，把这种因为体育运动对人的改变，对心性的影响就说得特别透。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受教啦。啊，我们进去开班会了。哦，作文里面就会写明亮的教室，整洁的课桌，整洁的课桌，明亮的教室，对，干净的黑板。哇，好小，这是幼儿园的课桌吗？一年级。这是小学的。哦，这是小学的。小学的，对。那个时候桌子上很喜欢刻一个字，那个时候乱来，因为读了鲁迅先生那个早，一定要刻个早。哦，真的，我陷入回忆了，因为这句话。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早，但是迟到的也挺多。然后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就在大家身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和模拟奥运会。对，其实在像周老师这样的老师们不断致力于在推广体验这个模拟奥运会，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些曾经是模拟奥运会的参与者，我们一起来开这个班会，让我们有请四位同学。欢迎同学们。欢迎欢迎各位同学们。中间请啊。先自我介绍一下，一个个。大家来吃饭。吃饭喽。来吧，放开了吃。北京还有哪几个小学有像这样的模拟冬奥的基地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那我们家小朋友上小学，我真的第一次听说。这些活动呢，我们算是发起单位，然后目前为止呢，做得好的啊，像延庆的。姚家营中心小学就在海坨山下。石景山挨着冬奥组委有一个电厂路小学。安徽望江有个杨林中心小学。安徽也有啊。有啊，那个学校已经把这个奥运活动，就像我们今天上午的传火炬，做到村里的老百姓都能出来给送橘子送水果了。哦，大家就一边走一边喊，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到咱们望江了。2019年，那个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院长罗伯特·巴尼教授来我们学校了。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带他玩。他看完以后，他说呢：“他说，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啊，都说有自己给孩子们的做的教育，奥林匹克的，但都是一本书。嗯，我印一本书，你印一本书，他印一本书，都一样的。就是哪怕就看谁的彩页更好看。对，嗯，互相抄和复制。所以他说，直到我到这儿，说我才看到不一样。要不我撞南姐？哦，撞他，他倒进到蓝色，我们就赢了。但我不会让你的策略实现的。你看，专业。来，走。啊，来了！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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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样的，妹妹。哇，这再蹭两下，优秀优秀，我们一个轮子已经上了。哇，这个也是，哎，也是一个路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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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比赛，绿队获得了绝对的优势，所以这次的胜队是绿队。耶！保护保护！给我！你们击鼓传花呢？你在干什么？保护保护！小心！保护网！保护网！护驾！护驾！护驾！你们别！我们这样不是给他们都当靶子了吗？分散开。没中。哎呦！挑选你们的，赶紧给我立刻。哇！快保护我！快保护我！全线压上，压上。我们可以来这儿。压上。来来来，他们不知道球在哪儿，都背着手，球站成一排。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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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绿队上。换，小朋友当一个吧。你当王，我不要。当当的没事儿，因为你目标小，不容易被打中。OK， 绿队的王举手，白队的王举手，准备。走！抢不了。小心啊，朋友们。哇、wow、哦！直接打，直接打！我打中，我撤，我撤，就他一个，没事。继续。看准了，看准了。没有，好，继续这边给球。没有，这边给球。来了来了，来！嗨，快你打，我打。哎呀，差点儿。没有，这边给球。来，朱文婷上，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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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戳到你的膝盖了。碰到我了吗？碰到膝盖了，你的护膝。这是护膝，它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可以解掉它。你走开。比赛继续。给杨哥。没事没事。别砸队，跑跑跑跑跑。打了，
杨迪打了。第二局王被灭。哎呀！哦，你是王，他是王，你们一始终不知道要保护你们的王。我坐哪儿？坐哪儿都行啊，坐呗。你坐那就坐迪克。坐坐坐，那有鸡。哎，你吃鸡吗？我吃鸡，他吃鸡肉和猪肉，他就这两样了。那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行，今天都是你能吃的菜。那边有一个热汤，你要不要盛一点？跟那个。曾经有虾，去吃。嗯，我拿了。吃的不用担心了，桌上的菜几乎都满了。哇，鸡翅那么干巴的。哇，我觉得我都来晚了。是还有吗？你们也没咋吃，其实感觉。哎，那我筷子用过，我用这头夹 ，OK。我吃完了。吃好了就可以上去了。那走吧。你们俩之前玩过什么冰雪项目吗？我曾经在节目里去做过一次攀冰。哦，你怎么一来就攀？我们也攀过冰，我们天哪，那个攀冰很恐怖，你知道吧？你当时是自己攀呢，还是边上也有别人一起攀？我跟李霄云，我们两个人。对，你知道在你边上攀冰的那个人也很重要。就比如说你本来是不害怕的，但如果边上有一个人鬼吼鬼叫的话，他说的是我，好恐怖啊！好远啊，我手麻了。都是惊悚的画面。沈月呢？怎么都没涉猎过？没滑过。但是沈月好像有一项技能跟板有关，对不对？你会滑板？滑板稍微稍微。哦、啊、那可以了。我之前会直排轮，就上冰就还行，平衡就可以。可以猜一猜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来成都？因为是迪哥的赞助家乡，我赞助的。这些车啊，这些都我租的。我觉得是这样吧，因为我是南方人，在广西其实是看不到雪的，但是在成都，你可能开车就可以看到雪山。啊，真的吗？嗯，也不至于开车就能看到，但是有我们这儿有雪山，对呀、啊，西岭雪山滑雪场是很有名的，对吧？哦。虽然是一个南方城市，但是在冰雪运动上确实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真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地方？接下来朋友们都戴上眼罩。啊？戴上眼罩？不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过了大雪山，来。慢慢的啊，来，等我。哎呦呦，什么？没事，没事，快，你看。哦哦哦哦。Sunny 做事有些慢了点。我刚刚也是这么搞笑吗？2、3、4、5。哎呦，我怎么上来的 ？Sunny，Sunny。哎呦，哇，这么高！快上来，快上来！来了，来了！哇！哦，怎么了？你害怕高啊？我可恐高。你恐高啊？对。天哪！我就想跟恐高的人一起玩。别！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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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吓死了！危险！哎呀，我的天！你们站在那儿不觉得恐怖吗？我站在那儿不觉得恐怖，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好累。我现在有点晕了，但从这儿滑下去的人真的是神仙。这样下怎么？来了来了，我来了！哇，这是什么金针菇吗？你过来点啊，别掉下去了。好，这个没有人能救。好嘞，欢迎欧姐。不，不要不要不要，这不要吧。你别害怕。谁敢跟我挑战这个 ？You jump, I jump。谁敢 ？You jump， 绝对 I 不 jump。嗯。来，我在你后边。你在我后边，我还是 Rose 是不是？我可以当 Rose， 但你别动我啊！好，连这个都不要。好。三妮。
真的不能开玩笑。行。最会开玩笑就是这个很危险。嗯哼哼。我要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不 jump，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jump， I don't want jump， I don't want jump。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好的，那现在我们已经跟着张家豪来到了我们这个蹦床区，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完成挑战的一个哎呦妈妈呀，你干嘛了呀？咋了呀？不得了。怎么了？怎么了？没有，他说这里是蹦床，我就想说哇一下，哇，好开心，好想上去，是不是？听一下，吓的。没有，我就想说搞一下氛围嘛。你那个叫声，我以为飞来了一只马蜂，你知道吗？哦，我也是。就是户外容易来马蜂。来，哇，漂亮！哇，哇，哎，哇，碰一次就拿一张，可以的。好招。哇。啊！哇！哇塞，真厉害！我觉得特别谢谢教练。Congratulations， 完成初级道的第一次推坡，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就发现其实好像会更喜欢单板一些。嗯，那就三妮先来呗。可以可以。你挑战多高？说一下。三妮挑战1.2米。好。萨尼挑战1.2米，开始。慢慢来，你就正常推波。非常棒，我要向你学习。向前看。可以。下蹲，下蹲，降低重心。早点蹲。草逆挑战成功，漂亮漂亮，给我们压力了，你看看。好，另外一队。耶，爬不上去了，加油，注意安全。我摸到了，耶！好，新男队成功。哇！我要成立小猪夸夸群。我想拥抱一下他。加油！嚯！根据两轮的比拼，我们恭喜获胜的一组是谢楠队，可以获得甲骨龙功夫菜草原羊蝎子一份。哇，好开心啊！耶，吃饭了。获胜的人有奖励，失败的人当然也有惩罚。节目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微博进行了惩罚方式征集。本次的惩罚是，杨迪组的三个人，你们需要享用好吃的冰棍。啊，还吃冰棍？哇，热腾腾的。吃饭了。哇，这个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没有想到在攀冰这边还可以吃上这么好吃的，然后又地道的羊蝎子，真的特别棒，好方便啊。地道美食真的是想吃就吃，你有没有发现？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就着这个热腾腾的劲儿，我们再喊一下我们飘雪一家人的口号吧。好，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屯。你来吧，你来3.0吧，快快来！等一下，我还是用视频的方式啊。嘘，讲话小声点，不让他们发现这个方法。你们抬上我啊，然后我们拍个竖屏的，把他们俩框出去。我们用那个镜头的角度来欺骗一下人。来，来，来，3、2、1，起！啊！哎，好重啊！好重啊！我也不轻，好重啊！我也不轻、啊。完了，第二个就拍不了。你试着跳一次，我们试试。来试试看啊，试试看。
一二三，你低一点，你找好角度我就跳了。等会儿，等会儿，好了吗？一二三，走。没事。哦，抓上了吗？有了，哎，有了，有了。你确定？这看照片已经很厉害了，你再跳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刚那个挺好的，然后我呢不露脸，彻底趴下，对，你低一点，我高一点，彻底趴下，开广角，对对，一二三，恭喜你发财。哎呦，膝盖没事吧？膝盖烂了。最后带大家体验一下民俗运动项目冰车，六位家人以组为单位，将以冰车抢答的形式进行比拼。在抢答区的三只小乌龟中分别放置了题目，各组抢到小乌龟后读出对应的题目并进行作答，答题正确则获得一分。第一轮，三二一，出发。哎呀，你这女人咋回事？霸道，抢劫。简单题，请练题。王蒙在短道速滑5000米接力半决赛的解说金句是：我的眼睛就是尺。正确。哦。好，我们难题。2008届奥运吉祥物福娃中莹莹的原型是什么？我去寻找一下外眼，快给我搜。燕子，牛，错，再给一次机会。啊，藏羊，一定要是藏羚羊啊！藏羚羊是我们的国家的保护动物。啊，这里不算。下一题还是冬奥题吗？下一题大家应该很喜欢，是音乐题啊。可以，可以。准备，三二一，开始。简单题，请练题。请唱出歌曲《北京欢迎你》的前两句歌词。哎呀，太简单了。不是，你说的前两句歌词。我甚至能学一个姑娘在哪。我将把门窗打开。错。回答错误。是这样的，我跟你讲，那个小姑娘一开门，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我是那个《北京欢迎你》这首歌的实际研究学者。好，我们难题，请唱出歌曲《相约1998》的前两句歌词。天哪！打开心灵，抹去春的羞涩，舞步飞旋，踏破冬的沉默。等一下，我们核实一下。你们不知道答案是吗？哎呀，这种题目我们老年人是不会错的。相约1998出自1997年的春晚，演唱者王菲、那英，那一年是牛年。然后那个王菲的造型我都能给你说出来。两个坨坨。两个紫坨坨。两个坨坨。脖子上有个毛领子。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厉老师的首席助手温想想和蒋欣瑶，来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这永不凋谢的奥运之花。欢迎两位。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拿在手里的就是奥运花束吗？没错。哇，同款呀。天哪，这个叫海派绒线，海派绒线编结。对的，它也是非遗，对吗？对的。这项技艺呢，就是100多年以前从欧洲就传进了我们中国沿海城市。然后呢，我们中国当时的手工艺人就把它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技艺结合在一起，然后就逐渐这项技艺就诞生了。所以这项技艺就是一项非常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的非遗项目。而且非常的环保，而且永不凋谢，对吧？对，刚好是契合绿色奥运嘛，我们这次。
那它是勾出来的吗？还是对，勾出来的，用钩针勾出来的，纯手工，纯手工，对，了不起，非常的环保。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去组装，来吧，学起来，迫不及待。好，我们拿一朵玫瑰放在它的，放在铃兰的右边，对的，嗯，铃兰和树。你看，你平时爱买插花，桂花，不爱，然后。这个花束现在还在制作当中吗？所有这些绒花，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经制作完成了。对啊，那就好，那就好。搞得我刚才我一直心怀着愧疚。小猪一直觉得这些绒花被我们在这儿用了，会不会影响到运动员们的使用？对，没事，我们今天不仅是这个花，还有今天接触了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都可以，我们未来都可以涉猎起来。像面人啊，我们都。冰墩墩我们也学习怎么捏剪纸，像你在微博上我看你之前剪过小兔子对吧，我觉得你对剪纸也是有浓厚的兴趣。没错，所以我觉得以后反正想参与都可以参与起来。对，不光三亿人上冰雪，我觉得也要有更多的人去继承我们这些非遗的手艺。这也是文化的传承。对，让我们欢迎刘维、杨云晴、Sunny， 欢迎！哇哇！耶耶！翻云翻云，好开心啊！翻云翻云，好了，你够了！翻云翻云，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问问你，会不会一些冰上运动呀？我啊，你玩你，因为你东北的嘛，鞍山的。我在东北打过雪仗，堆过雪人。说一点我们南方孩子没有见识过的。真的就没滑过冰。所以说正式的运动一个不会。正式的运动真的一个不会。那Sunny更就不会了，热带的。你冰上运动怎么样？其实我近期一直想要学。想要。对，但是没有时间。想要很关键。结果在这个没有时间的过程中就来到这里了。啊，来我们节目学是吧？对 对, 对。我们节目是不让去，直接就直接。哦，直接上。直接上道都是这样子。哇哦哇哇！没想到这么沉甸甸。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哇。哎，真的好有分量。真的好有分量。平昌2018年。短道速滑男子，今天的项目是短道速滑。这个奖牌的主人会来是不是？对，大家看到的这一枚银牌就是来自平昌冬奥短道速滑男子接力5000米的项目。哇，这个奖牌也代表了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冬奥会上最好的成绩。哇，英雄。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位银牌的主人，有请许宏志。欢迎。短道速滑那就是非常刺激，我们老看就是基本上是嗖嗖嗖这样过，对吧？对，人还特别多。像这种完全不太会滑冰的朋友，一来就短道速滑可以吗？有点难。会摔吗？短道速滑是最困难的项目吧？不算了，也不算吧，还是比较困难的，在冬季项目里还算比较困难。那今天我们正式要体验的项目就是短道速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许宏志的带领下一起来感受短道速滑的魅力。接下来要开始我们的第一项冰上挑战。飘雪一家人在冰上进行接力挑战，推动者助跑发力推动另外一个人滑行，滑行全程不能够自主再次启动，全部挑战成功之后才算成功。我们最后一名成员需要利用惯性滑行完整个过程。第三棒挑战，走你。低点儿，上体再低点儿，姐再蹲一点。蹲蹲蹲，可以可以可以。第四棒，
第一次挑战失败。刘伟啊啊！你得洗脚尖。小丽，他推你了吗？推了，但没有感觉，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刘伟，你都没有助跑？不是，我没有助跑呀，我不会助跑啊。来来来，你再让我试一次，让我试试一次。我以为是你撞不过不来，没想推人都失败了。近一点，近一点，我从后过去。刘伟，没事，我想到了。一、二、三。哎，哎，道歉。你不是跟我说不能这么摔的？不是我。要不然还是刘维第一个吧。朱正廷推我吧。飘雪一家人第二次挑战。第二次挑战。没问题。三、二、一。飘雪一家人第三次挑战，请准备。加油，蹲低啊！失败。刘伟，效果差不多了。我退出飘雪一家人。别别别，还有抢救的机会。哎，伞弟都笑出鹅叫了。嘎嘎。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求你们了。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飘雪一家人第四次挑战。失败。第五次挑战。失败。第六次挑战。失败。第七次挑战。失败。第八次了，失败。到现在游戏体验感为零。下一个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起跑训练。伞弟加油！预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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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杨明行4秒90。哇，好样的！对不起，刘伟，我不小心，没人跟你抢，我做到了，烫我一嘴，想烫我，想抢你的活，想崩我眼睛里，刚才，这没长高，你别，我影响你吗？不影响，你要不要坐？没事，不是，我就爱站着吃，站着吃饭不胖，是吗？嗯，但站着吃饭会胃下垂，非常不错的酸菜。真的够酸够辣，但是它不行。你坐着吧，我去上那坐着。今天是大年初五，给观众朋友们送一下祝福，好不好？正好是过年喜气洋洋的时候。初五给大家送个祝福，我希望大家财神到，好吗？就财神都往家里住哦。哇，今天多开心！初五，财神都往家里住。初五了，希望大家这一年每天都可以吃自己想吃的好东西。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吧。因为今年我本命年嘛，我就祝大家虎虎生威，所有的事情愿望都可以实现。那我就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压岁钱都能收到自己的手里，不被爸妈拿走。哎呦，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童年？那不是共同的童年吗？共同的童年。那初五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意，阖家欢乐。好，你这个下一句就是来走一个。哦，对，感觉是了，感觉是了，表演个节目。好嘞，走，围炉去了。这张图，哦，索契冬奥会那个，
2014年第22届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呈现奥运五环的方式非常独特，五环由雪花慢慢转化而来。不过这一关键环节却出现了重大的乌龙，在现场有一片雪花未能转变，于是便出现了奥运五环变成四环的一幕。到了闭幕式上，700名演员在舞台中央变换各种图案，就在他们即将绘成五环图案的时候，开幕式时右上角那一环的失灵居然重现了，展开了一个完美的五环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掌声达到最高潮。俄罗斯的朋友们用一番幽默的自嘲弥补了开幕式时的失误。跑起来！等我拿！等我拿！把尾推开，推大一点。你的身体重心是往前的。然后你往左转，往左转是压这个右腿。我刚压了的，但他不过去，他往那过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样的身材，滑这个花滑的话，就是你身材也看不着啊，你看不着，你现在羽绒服算厚。开始，我就不行了，阿廖。这什么？国民热单的热舞改编《一剪梅》。哦，《一剪梅》我好喜欢。挑战动作旋转。花飘飘，微风萧萧。直接摔了，又摔了。一摔梅，一摔梅，其实。来，有请第三组挑战者杨云晴、赵广业。好听，真的看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好辛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请裁判为一剪梅组打分。表现力9.5，技术呈现9.3，规定动作9.2。哎呦，这个高。规定动作因为是旋转，但是呢，基本上因为你是走过来的，所以还没有办法叫这个是旋转。所以呢是9.2分，谢谢，谢谢，可以来了吧？比上一组低0.1分，低多少？低0.1分，恭喜雨中曲组首擂成功。
是你的功劳，都是你的功劳，都是你的功劳。哇，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展现不一样的花样滑冰，可以让更多有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专业的人，不敢触碰的人能看到这样的表演，那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想法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时间还在继续，请大家加油，冲冲冲，加油，快上车快上车，哎，上车上车，来来来，妈呀，这踩这踩这，给你个这踩这踩这，妈呀，这踩这踩这，我们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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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走了，哦，你们站稳啊，这也太难了吧。啊！还好我护住了你的头。你还要坐车吗？我宁愿自己走过去。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快上车！还有两位顾客，冲冲冲！走，这么重啊！现在，很重，现在我脚滑了。上车，怎么办啊？我试试，我这怎么坐呀？这个，我还有机会上车吗？来不及了，走。我坐个脚脚。来不及了，抬不起来了。最后的十秒钟，大家冲刺！哎呀，我今天的 KPI 完不成了。哎呀，真的拉不动了！哎呀，我的业绩！哎呀，时间到！哎，上车，顾客，上车！时间到！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得换一下策略。嗯，你觉得呢？怕了，现在怕了。怕了，怕了。行吗？行。哎我上了哦，上，我撑着呢，没事，走。怎么这么沉？这个办法好像确实有点愚蠢。我可以，来上，没事，你迪哥都没事，我就没事。走。走，加油！啊！回来！你的客人丢了。等一下，不舒服。你还想舒服？哎，一人坐一个脚，然后把脚勾起来，真的把脚这样提起来。来试一下。没事。硬做一个小脚，勾着下面，走。伞弟又掉了，伞弟，滑。哎，我要把你控制在后场。人家已经去了那个球，不管，我把你控制在后场，快点！哎呦！恭喜蓝队获得一分，进球了，进了，耶！真的，我发现了，伞逆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开启吃饭模式，就他那个做节目的开关就关上了，然后他就会坐在边上，默默的，非常专心的看着前方开始吃饭。
认真的干饭人。吃饭是最快乐的时光。伞妮吃完了，他说话了。你们好，你们好，来吧，你去吧，伞妮，给他举起来。伞妮把他举起来，抓到头，对，好，慢慢往下放。哦哦，往下放，往下，慢慢的。放到右脚脚面。放这。对。让你自己试一下。然后我往上你行了吗？自己这样起来。自己往上是吧？好。对。哎，很轻啊。很轻，他给你放开，来，撒手。好了，走。行，你给我别动，别动，别动，你给我放到脚上，把它放到脚上就可以。我们要离你远一点。受伤。放到脚上，放到脚上。这么难吗？我也想试试。不是，因为它会摇摆。我知道，因为它越到远端越控制不了，是不是？你们试一下。你先举。我握在哪？你先举着试试。你先举着试试。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了。能姐。没事，好。没事，能姐。和你想的不一样吧？没有人在推我吗？没有人推你啊，宋晨。没有人碰到你。我以为有人在上面扒拉我，我讲真的。我来试一下。来，真的这么沉是吗？真正的危险来了！撒腿！撒腿！撒腿！三弟，加油！尽量往前抓。你先把杆儿稳好。你先往这边站一点，就可以少挪几步，然后你可以带上去。对对对，再往这边一点，可以再往这边一点。对，太棒了。喂喂，请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呦，没关系。哎呀，粘住了。粘在上面，直接往前。拽，往后拽。可以。好，慢慢下，别晃。优秀。优秀。哎呀，粘住了，主要是。松一点点，松一点点。哎，可以，继续。最后，一条杆往前使劲一甩。哇！好 ，yes， 好好好。漂亮，优秀，哇，太重了，太重了，杆子一定要贴身体，好，挨住，贴死，可以，好，我们第一棒，王鸥的成绩是1分35秒，碰到10次，碰到十，2分05秒，可以的，2分05啊，哎，怎么算那么快啊？算力是1分32秒，碰到10次。2分02，蓝队以3秒的优势1-0暂时领先。好，哇，这人，迪哥，喊你，我太多字不会念了，太多字不会念了，上去一个人，快，太多字不会念了。不是，我太多字不会念了。我去，我记不住。在飘雪的日子里，你会怎么度过呢？而有这样一群神奇的飘雪家人，他们毫无基础，面对一个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勇敢无畏。哇！却状况百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挂网。就是三弟，摔得有点厉害。没事吧？这手动不了了，自己。我拿手捂吧，我手暖和。他们彼此鼓励，相互扶持，
拉一下，拉一下郑婷。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他们从不轻易放弃。对对对对对了，我能再来一次吗？带球走！即使花光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就是小猪那次。哎呦！这是最重那次吧？是不是？嗯。啊！没力气了。啊！成功了，成功了！只要完成挑战。摔就摔呗，互损起来也毫不客气。老师，在欢笑中，在打闹中，一个个冰雪故事感染和激励着大家。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飘雪家人的成长与情谊也像雪花越积越厚。这就是我们飘雪家人的精神。飘雪的日子来看你第一季圆满结束了。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团。耶、yeah, 加油。再见了。哎呀，好多回忆啊，我的天哪，我已经完全忘了我们当时攀冰有多累啊，或滑雪大家摔得有多惨，什么冷 啊疼啊那种都忘了。哦，我们真的好上头啊，你们回忆一下，好拼啊，真的是就是想要突破自我。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通过这个节目让我对冰雪又多了一层喜好，如果有机会可以像大家说的玩滑那种很好的粉雪啊什么的，我还是愿意尝试的。嗯，那我说我觉得我关键词是就是幸运。嗯，就是很幸运碰到你们。碰到真的，因为跟他们每个人接触之后就发现就每个人真的都是宝藏。这个节目也是带给我很多勇气跟勇敢，去做很多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三个真的让我觉得，就是真的能让我感受到，就很有家的感觉。对，就有一种肩并肩前行，然后互相之间一点一点了解更多，哪怕只是今天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一点点了解更多，这种幸福感是很难得的。而且大家走到一起，就像你们一起，我看那些视频就有也会想到。对，我们那些日子就是全部一起见面往前行，迎着太阳的感觉好爽啊。你们飘雪家人一起经历的每一期的这些所有的困难啊，这些快乐和很深刻很难忘的时刻都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你们四个人的这个友情一定会未来可以延续很久很久，情比金坚了。我们反正就希望就是在后面还可以有更多机会跟大家相聚，这是我的总结。哇，我们真的是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呢。Hello， 家人们，干嘛呢？这是，楠姐，楠姐，这是我们飘雪一家人第一次集合，大家亮相的姿势。射门！你没事吧？别让腿闷，稍微敲了一下手腕，但还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依靠。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就收获了这样几个朋友。我觉得飘雪它带给我了很多的勇敢跟勇气，让我去尝试很多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加油加油，闪念慢慢来。这个妆我真不行，我要吐了。然后也谢谢节目组，就是让我看到我有更多的可能性。跟大家一起在短短的这么一段时间里一起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说我能够借此机会然后认识到大家，然后还是很开心的。对，拥有了很多新的朋友。成功了，耶、yeah! 虽然我们是一个冰雪的节目哈，但是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也是非常热络啊。私底下我们也会有一个群，经常在探讨一些有的没的一些内容，所以说真的有一种一家人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节目凝聚力给到我们的一个东西，挺好的啊。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就收获了这样几个朋友。好的，我们桌上有信纸和信封，大家写一点点寄语给下一季飘雪的日子来看你的家人们，给下一季的嘉宾。对，下一季家人们是我们就被 cancel 了吗？我们搬家了。来吧，大家都写是不是？发信封。好，谢谢。
来来来，写一写。写啥来着？我也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大脑一片空白，签个名吧。送给你们，就是。好了，我写完了。你写的确实快。嗯。你写的啥？哇，杨迪真的在写信。对，写好多。不是，写着写着就是。How time flies， 我看到了一些标准的格式。Two。我好了。好吧，我就这样吧。念一下吧。念一下吧，好。来，白哥。我先吗？我很简单。致飘雪的日子来看你第二季的朋友们。享受每一次旅程，感受每一个笑容，愿你们所经历的点滴都能成为之后生活中幸福的瞬间。祝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哦，我写的是希望你们也来感受我们的快乐，体会我们的温暖，爱上这个飘雪季。嗯，来，我是戴好头盔，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屯，希望能。在下一季相见，我是大美女神念云锦。大美女，大美女，你放在前面念是对的，你放在我后面念就完蛋了。为什么？你怎么写的？我写太多了，我是意思。那你最后压轴，我们短的先来。我给新的家人们写的就是，希望你也能遇见像我在这一季遇见的小可爱们。哇哦！哎呀，好。到我了是吗？是的。对对对，大家猜猜我写了多少？写两个字，开心。不会吧？平安。好。没有，为什么我写平安？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们玩的这些项目其实还是有一些危险的。对，嗯、包括我们每次穿那么多护具，嗯、就希望就是下一季的家人们来的时候，对，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平安，确实很好的一个寓意。至于跟你们三位老师的呢？私下约哦，对，日子久了去了。那我来念念我的啊，就飘雪一家人，时光荏苒，一季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但家的感觉会一直围绕你我，很期待在下一季在家里和大家见面。在下一季，可能我们又会为了同一个目标冲刺，也可能彼此又在你追我赶，又或者围在一起相谈甚欢。不管下一季又有什么新的故事。只希望身边都是熟悉的笑脸。哎呦，下雪了，围炉旁等你们哦，杨迪。写的真好、嗯。哎，这个总结，好的。那我们一起把这些信收集起来吧，放回信箱里，看看下一季的时候是谁会读到这些。好，给我吧，给我吧，给。一起投了。好的。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屯。